请揭幕。在众人的期待下，位在云林仑背乡的兆安好办屋正式揭牌营运。负责人是在地青年，同时也是三宝妈。为了陪伴自己的孩子，同时也能陪伴整个社区的孩子成长，他运用自己的社工专业，申请水保局专案计划的经费挹注，落实理念。成立在好办屋的目的呢，就是我们之后呢会在这边做一些亲子的课程跟互动，对，然后让乡下的小朋友呢有更多不一样的刺激。对，然后也会呢，就像我们有食农教育、客语文化等等的传承这样子。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，全台湾会讲兆安客语的人口大约只剩下9000人左右，所以兆安好办屋还兼具传承兆安客文化的使命。啊，希望讲有借着这个好办屋啦吼，会当带动地方社区吼，啊，加一个咱漳客文化的传承。那我觉得老幼共学不只是只有在学校，我们一定要走进生活化，我们的母语才可以一直很自然的传承下去。兆安好办屋不只是儿少陪伴，未来也将导入长青照顾。负责人廖婉婷表示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吸引归于返乡，让旅外青年返乡创业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张佑明、陈义文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